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。他看到这些事事项项的外在的，哎呀，轻轻爱着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哎呀，那个法师啊，多么有修行！哎呀，一天能拜多少拜啊？我看他打坐啊，双腿一盘起来呀、啊，如如不动啊。他这个认为这个叫修行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这样啊，有为嘛，这看外表的嘛。所以我师父曾经告诉大家，你怎么知道谁有没有修行啊？你怎么看得出来？你像济公那个，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修行？或者金山活佛那个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圣人啊？这看不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像以前呢、啊，这个慈航老和尚一讲经，哦，他一讲起激动了，据说他这个手势比我更严重啊，更夸张啊。这慈航菩萨一讲起进来，那个鞋子飞到后面去了，当打到信徒了。然后信徒再捡起来供养师父啊，鞋子再捡过来，哦，我还没这么严重啊，我的讲经会比手画脚，但是还没慈航菩萨这么严重的啊。这底下的人呢、啊，信徒就批评他，就恭敬的无呆无宅，恭个几条也要背出去啊，那样啊，人家的往生以后竟然金刚不坏身，是吧？金刚不坏身，你怎么能够看得出哪个有修没有修？这个从外表没办法看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心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嘛，有修行人家也不会告诉你了，是不是啊？